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黄其锋牧师。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逼迫与教会。对基督徒来说，教会复兴是人们所羡慕的，是令人鼓舞的。然而教会的复兴从始至终完全是由于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有几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谨记耶稣的应许，深信耶稣的圣名，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传扬耶稣的受死与复活，信徒领受真理的教训并且恒心遵守，使徒勇敢责备罪恶，执事起来协助传道人。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教会遭受患难与逼迫。从今天起，我们将从《使徒行传》第八章看这样的例子，归纳其中的原则，探讨其中的问题，学习其中的功课。以下我一面读经文，一面解释给大家听。《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三节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尸体坊占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弟兄姐妹，让我们从五方面思想以上的经文。第一，从自治起，自治是指尸体坊的被害和殉道，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受逼害是与尸体坊连在一起的，是接着进行的事情。自治子也成了教会历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强调许多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将要发生，未曾出现过的人物将要出现，未曾有过的恩典和能力将要降下来，封闭的将要被开启，在黑暗里的将要受大光的照耀，枯干的将要被浇灌，荒芜的沙漠将要绽放美丽的花朵。第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对于逼迫有一些观察和思想与大家分享。第一，在《使徒行传》整卷书里，逼迫这个字在这里第一次出现。第二，在此之前，基督徒受逼迫是落在个别领袖的身上，例如落在彼得和约翰的身上，落在斯提凡的身上，现在遭受逼迫的是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三，逼迫教会的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第四，被逼迫的是各个阶层的信徒，没有一个例外。第五，被逼迫的程度不是小的或一般的，乃是大规模的。第六，逼迫的性质是借着攻击、威吓和暴力，使人质疑他的信仰价值，摇动他的根基，最终放弃他的宗教信仰。第七，逼迫对人的信仰是一种试炼，一个考验，看他的信仰是否坚固扎实，看他对主耶稣是否坚定忠贞。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房子的根基若立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房子的根基若立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第八，逼迫是一个化妆的祝福。使徒彼得在前书第一章六到七节说，你们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就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第三，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弟兄姐妹，这经文说
使徒仍然留在耶路撒冷，门徒却分散到周围的地方去。到哪里去呢？到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记得主耶稣在第一章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做我的见证。这里我们真的看到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主耶稣的话在艰难的环境中应验了，实现了，这是很奇妙的事。这里有两点值得提起。第一，逼迫使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这是人在平安稳妥的日子里做不到的。因为对一般人来说，安居落户比什么都重要，但神却使逼迫临到教会，我要成就他的美意，完成他的计划。第二，这里被分散的不是使徒，而是门徒，说明即将传福音的使者是普通的门徒，不是大使徒，这是一件新事。现在我们看第四方面，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这是一个非常的场面，作者却只用简单的笔调把它带过。显然当时的环境恶劣，危机重重，仍有虔诚人把斯提凡正式埋葬了。至于这些虔诚人是谁，有多少人参加葬礼，用什么方法方式埋葬，安葬在什么地方，这些作者都没有详细交代。不过作者特别提起人们为斯提凡捶胸大哭，说明他们为失去一代属灵的伟人感到无比的痛苦与哀伤。记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以后，也有人正式的为他安葬。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说，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一百斤钱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现在我们看第五方面，扫罗却残害教会，进隔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弟兄姐妹，扫罗的名字在这里第三次出现，前面两次是第一，做见证的人，就是执行死刑的人，为了方便他们做恐怖的工作，就把衣裳放在扫罗的脚前。这里扫罗的形象有点是被动的。第二，扫罗也喜悦斯提凡被害。英文圣经是 Saul was in hearty agreement with putting him to death。 很明显的，扫罗对处死斯提凡这件事，他不再隐藏自己的立场，却离开自己的座位走出去投赞成票，全力支持。现在呢，圣经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隔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里作者对扫罗的继续是主动加行动加暴动，并且是一个厉害的行动，是一个凶狠的行动，是一个要把人置于死地的行动。以下我们看作者怎么说。第一，作者说扫罗残害教会。残害这个字在希腊文展现的画面是凶狠的野兽狂咬人，猛烈攻击人，或像野猪无情的践踏毁坏葡萄园。第二，作者说扫罗进隔人的家，英文圣经是 entering house after house。
这次我们看到扫罗有蛮大的权柄，不然他怎么能够这样做呢？这里我们也看到扫罗的心意是不放过一个家庭，每一个家庭都要被他彻底的搜查。第三，作者说扫罗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这里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扫罗抓男人也抓女人，没有分别，只要确定是信仰主耶稣的就抓。扫罗真是一个极端狂热分子。第二，被扫罗抓到的不是恐吓一方或毒打一顿就放过他走，乃是下在监狱里锁起来，恐怖地对待他们。弟兄姐妹，在结束今天信息之前，我要与大家探讨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神为什么许可教会受害，许可他的儿女受苦呢？回答，教会遭逼迫，信徒受患难，有神的美意，对教会也有诸般的好处。例如，教会在逼迫中被炼净，麦子和稗子在逼迫中被分开，福音在逼迫中广传，信徒在逼迫中警醒，神迹奇事在逼迫中发生，得救的人数在逼迫中增加，神的荣耀和能力在逼迫中彰显出来。所以对一个神同在的教会，对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逼迫不但不能摧毁他，反要坚强他，逼迫不但不会消灭他，反要高举他和他所敬拜的主。就如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所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第二，扫罗听了司提反有能力的讲道，听了司提反所做天上的见证，听到司提反临死前的呼吁与祷告，不但没有受感动，反而更加厉害的逼迫教会。他是逼迫教会的头目，他是带领攻击教会的，神为什么还留他，不将他打下去或当场取去他的生命呢？回答，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有他的计划。若不相信，请往下看，就会看见神如何改变扫罗，给他一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目标、新的心智、新的使命，使用他完成神的托付，荣耀神的名。是的，当我们看到扫罗遇见主耶稣之后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又能说什么呢？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Faith is the victory. Faith is the victory. Oh, glorious victory that overcomes the world. Encamped along the hills of light, ye Christian soldiers rise and press the battle ere the night shall veil against the foe in veils below. Let all our strength be heard. Faith is the victory we know that overcomes the world. Faith is the victory. Faith is the victory. Oh, glorious victory that overcomes the world. On drawn up in dread array, let tents of ease be left behind and onward to the fray. Salvation's helmet on each head with truth all girt about. The earth shall tremble 'neath our tread and
and echo with a shout. Faith is the victory. Faith is the victory. Oh, glorious victory that overcomes the world. To him that overcomes the foe, white raiment shall be given. Before the angels he shall know his name confessed in hand. Then onward from the hills of light, our hearts with love aflame, we'll vanquish all the hosts of night in Jesus' conquering name.